多人都觉得韩国的电视剧题材八九不离十都是情情爱爱，但其实近年韩剧的题材越来越丰富，其中惊悚悬疑风格的电视剧更是大受欢迎，成功吸引一批新观众。就好像去年播出的《Boys》更创下 OCN 有线电视台史上最高收视率，而第二季在万众期待下即将在八月十一日首播。韩剧《Boys》第一季讲述因一次事故而失去家人的刑警武镇赫张赫是与112举报中心队员江全久李和那氏在犯罪率第一级检举率全国最低的圣云之厅112举报中心黄金时间队工作，并追逐杀害他们家人的连锁杀人犯及解决案件的过程。第一季播出时就因为极度逼真的血腥场面引起热话，加上被誉为最帅杀人犯毛太久金财玉饰，让人心惊胆战的变态杀人方法都令这套剧话题度高居不下，而 OCN 很快就决定要开拍第二季。不过主演阵容却有所变动，上季有出色表现的张赫不再出演，改由李振宇担任男主角，他饰演的全新角色周康宇是黄金时间队队长，拥有着极强的分析能力，单从观察现场环境就能透彻细腻的了解犯人的心理。至于女主角则继续由李和娜出演，拥有超灵敏听觉的她可以从细微的环境声音中找寻线索，而第一季中他就是以此辨认出真凶的声音。来到第二季，剧情依旧会延续此前惊悚悬疑的风格，而血腥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关从剧组释出的预告所见，看似有一位比毛太久更变态的杀人狂魔即将登场。最新的预告中，在雷雨交加的晚上，李振宇被绑在船的另一端，而他的友人就被血腥地吊在船上。当然要挑选最恐怖的一个绝对是衣柜藏尸，小编不敢放那一幕的剧照，生怕吓坏大家。